谷爱凌是本届冬奥会最受网友关注的运动员之一，而被称为天才少女的谷爱凌不仅滑雪技术过硬，私下也是一个爱时尚爱买会穿的女生，所以这一期我们来看看谷爱凌的冬奥会私服。虽然平时忙于训练和学习，但谷爱凌对时尚有自己的见解。她曾在采访中表示，很爱自己搭配衣服，包括有时候出席活动也会自己去搭配。那谷爱凌的搭配功力如何呢？看看她的私服就知道了。一直在美国学习生活的谷爱凌，在时尚方面也深受美国时尚的影响，所以她的穿搭画风和当红的欧美带货女王们很相似。比如这套超短上衣加运动裤、运动鞋的组合，秀出腹肌的 look 就非常有美式街头的风格。像贝拉·哈迪们就经常是这样的搭配组合，很适合身材好、个性酷的女生们。年纪轻轻就事业有为，加备受时尚圈的宠爱，谷爱凌的衣柜里自然会有不少当红的潮流元素单品。但在搭配上，谷爱凌倒不会过分用力，穿得轻松又时髦。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。